欢迎大家来到两岸一级艺术买卖平台宝岛空中艺廊。今天要介绍的是谢冲茶老师，国画大师。谢冲茶老师自幼喜好绘画，得名师蔡茂松教授学习山水画。求学时代就展露长才，赛场上的常胜军，为人朴质诚实，内敛少言，沉于书画字画，平时淡泊名利，经笔者多次商请，才应允展现其作。画风早期的工写结合，致敬其大横幅山水长卷，以散点透视完成构图，以大面积墨字堆叠表现，笔触潇洒，繁简兼容，墨色浓淡晕染，融合多变，结构明确，飘逸俊秀，画出了山的质感、量感和空间感，和云的虚幻飘渺形成了虚实相生。变幻中加入了特殊技法的应用，画风风采万千，和张大千的泼彩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构图气势磅礴。由于在书法勤下功夫，线条灵动，干湿并用，柔中带刚，有骨有肉，山势屹立挺拔，有强烈的真实感，坚如磐石，音韵灵动，在传统基础上融入西法，精彩耐人寻味。谢冲茶老师为人淳朴易敬，画室取名为半瓮草堂，自喻知才尚浅，见识望天，半自喻虚实各半，阴阳相济，中庸处世，引以为戒。富山晴蓝图，隔溪松黄映残垣，盈泉千尺绿松间，最是高人帷幄处，情笔一挥万壑春，气势磅礴，墨色大气，渲染清雅，气象万千，雅气清新，生生不息，欣赏愉悦。此图安排适合放在企业主中庭或总部办公大楼玄关，能放在老板决策者的背后，象征背后有靠山，有趋吉避凶、镇宅开运、纳财挡煞的好处，也适合建筑营造业结合开运。画中布局由右而左，烟云飘渺，雾气蒙蒙，灵气盎然，高树屹立不摇，轻松茂密比喻轻松，竹林苍满比喻满足，然后竹欲得，中间的部分是此图的焦点，高竹坐拥云端，后有磐石簇拥，左右护法，长风聚气，深意盎然，高处临下，决胜千里，峭壁嶙峋之间，盈泉而下，晴天一柱，纳入水库，也就是财库。滚滚向东，碧绿如苔，松树竹林簇拥，又有阶梯，又有人家，山外有山，千山层览，意境深远。最左山后余秒钟，凸显大山江水浩大之气，如同生意般之广大。整幅中的架构，山势明确，飘逸俊秀，墨汉青绿的玉训了。